那宁海县有一个和尚叫做布袋和尚，他写了一首诗，在禅诗里头啊，那是全国有名了。手把青苗种福田，就是插秧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下贤。我们徐老师真是座右铭啊，而且他确实是插秧能手。我们刚才看见最有名的其实就是说那个若有人什么骂我辱我、对辱我欺我欺我误我、我那我什么忍他让他敬他，我把它做成手机壳天天念一下。对，然后那个什么忍他，我刚才给徐老师提了个问题，我说这个和那个西方人说的那个对你打我的左脸我把我的右脸也伸给他有不同吗？不同。不同在哪里？那个甘地那种就是把右脸也伸过去的，他放弃跟这个对方的一个作战对抗状态，我不跟你对抗，你再打我那是你的可怜，耶稣的精神。对，耶稣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那条呢，你看前面几句啊好像在忍让，但是后面就有骨头了，我过些年看着他，看他怎么样。这里至少包含了一层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还有一个什么，我总觉得他不完全是让掉，他还是一种对抗姿态。我觉得是换一种方式去抵抗，对，只是不是表面上的闻一多的那种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刚才我们本家说的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不可忽略的，就是和他有一些条件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这么和了，对，贴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特点什么呢？就是圆融，圆融，我可以包容你的缺点，因为我看看你身上缺点，我身上有没有，我有，我的改掉，就是也是跟儒家的那个见贤思齐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观点一样的，但是呢，它有一点什么呢？它就是说，佛门就是说，个人的因缘，个人自己福报自己去背去，对，我不能那个，我不能跟你斗。反正你做了坏的事情我就看他，你自有报应，到时候对，自担因果，就是这个因跟果啊，你自己去负担。我教书教了18年，我就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就是不要去弄，花收地落水到渠成，他自己做的事情到时候他自己能够收他，到时候他说起来感觉不太一样。还有别人不说，为什么你出来说？对呀、古代还有一个那个打开第一篇选的那个文章，就是那个《左传》里头的“郑伯克当于野”，他弟弟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一而再、再而三暴露他的野心，他就不动手，还不到时候。好多大臣都来说：“大王这样不行啦，这样下去有很问题呢。”不要着急，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到最后他要起来造反的时间都定了，他老妈替他开门都已经定了，好，可以了。这个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这有的时候会不会成为一种这个懦弱的人、老实人的自我安慰呢？也有可能。他不仅会作为一种自我安慰，而且他会产生一种，群体的一种坏的效果，因为大家都不肯出头。没有人想当出头鸟。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是按捺不住的，家伙还什么年纪的您？大概10年前吧。10年前，这个什么教授5分钟之前在那里说这个是，很傻瓜的主意啊。现在好领导一说你就口气就变了，我当时就很想表态，但我把自己刹住了。和文化，这个是什么？天台人用了3个动词。既然用3个动词来说他这个名称啊，胡拉塌，等一下上来的3个都是名词。北方胡拉是软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蛋饼。对，山东煎饼的就变化，真是历史上难度，就是山东煎饼。我们山东的煎饼啊，对，就山东煎饼。老师配一根大葱，对呀、就到了我们这里啊，就因为大葱那个不是山东那种大葱了，所以他就配不上。这里头掺的什么呢？鸡蛋、小葱。
你像在这个天台山啊，吃到了这个北方的啊，北方的风味、啊，他们还起了个南方的名字。嗯，胡是动词，拉也是动词，它也是动词、哦，表明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东西的制作过程当中，他的手在那里做，嗯，就是三个动作，拉他三个动作。来来来，来来来。来祝贺徐老师衣锦还乡啊！你们祝贺过了吗？对对，一频频祝贺，敬三次。哎，这家伙，你这离家五十年了吧？半个世纪，饺子也是饺子的一个变化，我们这里叫扁食。扁食啊，对，但是跟饺子的口感不一样。但台湾扁食是那个馄饨，我们叫小的叫冰席，叫馄饨。冰席跟福建人的扁食是一样的。哎，那我亲切了，那我亲切了。底下就底下那层是烤这个，去煎这个的时候加的放的那个鸡蛋。哦，它等于是把这个鸡蛋放在饺子煎在鸡蛋上。哎，煎在鸡蛋上。它不纯粹是饺子。对对。我看到了古代我们的北方人啊，做底来到了天台啊，我们的饺子。到今天天台就底下出现了一层煎鸡蛋，奇怪，我们家也这么做啊。那它包的那个料有什么讲究吗？有讲究。这里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家里贫富啊看不出来，穷人有穷人包在里面的东西，富人有富人包在里面的东西，别人看不出来，表面看起来一样的，这就是天台的和和。哦，和和。对啊，这就和和文化。饮食上的和和，这个就是见写不出贫富。对，也可以说他是中国人爱面子，照顾大家的面子。对，对对对对对。外面的皮一包，里面都看不出来，对不对？你放猪肉也行，放萝卜也行，对，放玉米面也行。所以你看到吗？和和呀，实际上特别需要共情，对，需要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要会带入别人的处境。对吧？为别人着想，所以不是光口头说和和，我觉得和和需要很高的情商，也需要善良，对，有爱心。对，你能不能想，有时候你一句话说出去，你没想到人家不是你，可能受伤了。对啊，这个叫什么？也是，就是刚才胡辣汤。这是包这个是，这个要两，这至少要两个，大家吃两块。我以为只有去陕西。他们给我上一桌的菜，我说好家伙，全是粮食，全是粮食，淀粉配淀粉，全是粮食。难道在天台也都是这样？这个摊的是土豆丝，怎么这么多？不同的蟹，是蟹不同。哎，对，这个是豆腐。我敬两位女士，梅子，梅子酒。